國際大旗工，我是你暫時的替工大比，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睇廣告，可以話加入會員同飛財。國際大旗局需要你，如果可以有實質性的支持司徒敏俊的，那等他好返，他親自多謝你們。今天是佛誕，又是太平清照，那不緊要啦，留返我自己講。其實想講台灣，台灣而家就嚟選舉，呢次選舉就是中華民國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究竟是不是同屬一個中國，這個議題會爭論得很緊要。尤其是什麼，尤其發生的當然就是馬英九去到中國大陸，他說中華民國分 AB， A 的就是台灣， B 的就是涵蓋整個大陸。事實上台灣從來都是這樣的論述，尤其國民黨治下，你見到當日的台灣省省長是誰？宋楚瑜，是嗎？為什麼？你告訴我，因為在國民黨老長底下，甚至蔣經國都，其實蔣經國已經不是很認同了，但你由老豆下來就是說台灣只不過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是涵蓋整個中國大陸的，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結果由馬英九再次提出，但是事實上宋楚瑜已經是最後一屆的台灣省長，因為已經取消了，沒有了台灣省，而實際上就是中華民國台灣現在就是只能夠管轄的，就是台灣澎湖金馬地區。你問我點解？喂，屌大飛，你講呢啲嘅，係啊，改講呢啲啦，大哥。而家呢一次2024年嘅台灣選舉，由蔡英文真真正正提出，就是話台灣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互不從屬的，即是話你又冇管治我，我又冇管治你，你話當係兄弟之邦又好，有咩大家坐低傾，唔能夠以高高在上大哥心態嚟同我傾。咁當然啦，其實喺我心目中呢啲全部都係虛偽嘅，因為台灣佢自己有自己嘅貨幣，有自己嘅外交，有自己嘅護照，有自己嘅法例，有自己嘅税收。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冇管治過中華民國台灣一日。咁當然同屬一個民族係嘅，呢個無庸否認。即係雖然好多台獨分子佢哋講嘅就係話，哎，我哋有原住民原居民係冇錯，但係整體嚟講，即係大部分啦，基本上就係由大陸移居過去，無論係明朝、清朝、民國到1949年之前，甚至而家都正在進行中，呢個係無庸否認，亦都唔應該否認。所以你話台灣係咪中國人？如果用血統論嚟計，係嘅。但係如果係以國家論或者地區論，呢個就另外一件事。咁點解講？因為台灣越來越開始認清咗中華人民共和國，佢哋開始去中化。由陳水扁當日已經係嘅，當日其實唔係去中化，係去蔣化，去蔣介石，即係明明係中正紀念堂就變成咗自由廣場呢啲，一路一路佢喺度去蔣化。去一個所謂的叫做威權政治的象徵。今時今日蔡英文他們是去中化，即是說雖然現在他們仍然在說的是中華民國台灣，但近期這幾件事，無論是那個台灣女孩凌有詩
係咪做台灣省嘅人大代表。事實上上次嘅不實言論對於台灣嚟講已經罰咗佢50万，佢唔返台灣。跟住到今時今日話台灣應該奉行一國一制，跟住再罰50万。但係呢個凌有詩即係阿婆級嘅，佢仲話佢係台灣女孩，真係得人驚。結果再罰50万，人哋都話啦，你承認一國一制，你我就返嚟台灣繳付罰款啦。而家正在醖釀當中，有多台灣人佢哋去咗大陸做生意，亦都心系台，心系家國，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佢哋亦都做人大代表，或者有一啲所謂嘅政協，一啲虛名嘅方便做生意嘅，近期都已經陸續咁樣台灣將佢哋即係嘅罰則加強，甚至由蔡英文政府已經公示咗咁樣唔得。咁但係始終都好，仲有一關就係2024年統促黨白狼呢啲已經喺台灣掩飾旗鼓。咁但係如果真正咁樣要去中化嘅，咁樣要去到邊度啊？去到2024年。如果賴清德能夠當選嘅話，咁我相信凌有詩又好，或者其他呢啲歌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好有可能佢哋可能用間諜法，或者將佢哋嘅台灣，即係中華民國台灣嘅護照取消，甚至將佢嘅戶籍取消。而家近期已經講咗，就係話你離開咗台灣超過2年嘅話，你係要翻嚟做一個報到嘅。如果唔係佢哋有權追究你嘅户籍，咁當然啦。近期有一個即係話過去嘅藝人，其實我都係好中意睇佢做戲嘅，芳芳啊呢啲啊嚇，咁佢哋而家其實就喺中國生活，日日歌頌中國。如何發達？咁當然啦，佢係喺大城市，佢見到嘅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最亮麗嘅地方。但係最新台灣行政院25号發行通知各部會，中國大人大陸人民不具中華民國國籍，亦都唔係國民，唔享有負擔相關權利嘅義務，所以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人民等相關涵譯，即日起應該停止適用。呢一次行政院為咗越來越收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嘅影響，尤其人民嘅身份確認，即係你要做中華民國台灣人，你就唔能夠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個官職，同埋喺嗰度攞身份證。調翻轉亦都一樣。點解啊？因為呢個涵譯源自就係2018年一個中國男子喺台灣騎單車環島遊，好不幸咁樣遭路燈電死。法院依國賠法判賠其家屬新台幣460万台幣。今年2月，法院話呢個判決係依循台灣法務部同埋陸委會嘅回函，中國大陸人民都係中華民國人民，所以今日佢話俾你聽唔係，你意外嘅應該從第三者保險去 claim， 如果有嘅話。而你自己自炒埋去台灣嘅，即係啲電燈柱啊，遭電死嘅，佢哋唔能夠用中華民國國民嘅身份去賠償俾你，因為正式公布嘅就係兩岸互不隸屬，人民亦都明顯有別，做法不合時宜，判決應適用其他法律。蔡英文政府
我相信他将会援引这个例子，跟着会修改，去到最后尾2024年，当赖清德如果能够得到总统大位的话，这样修改这些前朝遗留下来的法例。事实上近这几年，这十年，因为中国的经济太好，尤其我经常都说台湾人真是中国人来的，你不同意都假，因为为什么那种特性是一样，当见到钱的时候，包括香港人，他们是会忘记了其他东西，甚至一些道德价值的标准。你见到吴思怀，他是一个军方统领，现在是台湾的不分区的所谓的立委，他是之前的什么，他就是之前的军方的高层，结果他访问大陆的时候，跟着当起国歌，当习主席讲话的时候，他起身在拍手掌，热烈欢迎。但是他现在是不分区的立委，他有权调阅台湾军区，即是说台湾的一些军事机密文件。但是你看到他在中国的表现，譬如好像之前有一个叫做邱毅的这个人，成日戴假发出丑好多次，他本身是国民党，但是呢在台湾已经没有发展，近这十年八年呢，其实不是十年八年，应该超过二十年，在福建，在一些中央第四台呢，一些两岸的节目上高呢，他是教书的，他是教授来的，他是不停地赚了大陆很多钱，开亲讲座都有他，他所有的立场都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着看台湾问题。其实大量这些人，包括你见到郭台铭，我对郭台铭的印象很好，因为真真正正你只要做过富士康的生意，你都觉得是一个相当公道的一个企业，也都佩服他可以将富士康做得这么大。但是你看他近期竞选总统的言论，你好得人惊。点解会是这样？其实香港都是的。我们而家话国民教育，所有的学生咁咧就会带你翻去中国。咁当然我哋第一时间就会去见到四川、重庆、成都、上海最繁华嘅一面，包括北京呢啲所谓嘅大城市，系超越咗好多国家。呢个你不得不承认。尤其佢哋嘅中心都会，如果你去到上海，你去到所谓陆家嘴，去到徐家汇，你甚至你见到外滩，你都会有一种哇！呢啲先至系真真正正嘅国际大都会，我哋中国人真系企出嚟呢个观感。当佢带你去山区嘅时候，跟住首先嘅咁，当然唔系普通嘅山区，一定系一啲模范村，甚至一啲就系中国近呢几年改善一啲农民生活嘅一啲所谓嘅示范单位。跟住佢就话：哇！呢度地方咁山，但系你见到我哋中国共产党怎样在这里开路，怎样先进，怎样顾及所有的农民。跟着一大片的香港人，跟着拍烂手掌，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再加上不停咁样有啲叫做官方，即係中国嘅官方机构宣扬究竟中国係几有钱几咁富强，係唔係一件事。但係台湾人亦然，我哋只不过隔咗条深圳河啫，而台湾係隔咗个海峡，好多嘅年轻人根本上佢哋未踏足过中国大陆，但係喺抖音上高，喺
YouTube 上高，佢哋都見到呢種咁嘅天朝盛世，唔係好多人去追本尋源，中國究竟發生緊咩事？當好多人講中國唔係好得噶啦，咁但係台商會話俾你聽，唔係。你睇下我哋賺幾多錢？你哋台灣嘅經濟唔好，或者你哋嘅最低工資唔夠，只要你翻台灣發展，你就會揾到錢，你就會美女不斷。用呢種咁嘅方法，亦都令到好多嘅演藝人佢哋翻咗大陸揾大錢，揾巨錢，周杰倫啦。是吗？这些全部都是留守台湾的艺人越来越少，但是直到这几年，当中国的天朝大国开始由习主席的战狼外交，甚至他们开始胁迫台湾，甚至不惜武统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年轻人开始醒觉，原来在台灣旁邊是真真正正有一隻老虎在這裡。你也看到有很多的藝人轉向，當然就以 SHG 三個 Ella 他現在經常回大陸表演，但是你看到 Hebe 這些他們已經陸續這樣回台灣，叮噹也都是，徐佳瑩亦都係曾經喺大陸發展，而家都全部回歸翻，甚至張惠妹都一樣。一班台灣嘅歌手演藝界，當日見到中國生金蛋，個個對住啲錢趨之若鶩嘅時候，到今時今日，佢哋慢慢咁樣回歸翻中國台灣。已經有了一條鴻溝在這裡。那當然啦，你好像黃大陸這樣現在在中國撈到風山水起，但是更多的所謂什麼，更多所謂的本土的電影電視的藝人現在已經再不是心系台灣，不是心系中國，而是將他自己的市場，他的定位擺回到台灣，擺在馬來西亞，甚至韓國，甚至日本，以本土，即是台灣本土開始發展他們的文化，而且做得相當成功。是啊，做得相當成功，很多現在在大陸賺食的藝人都回歸回台灣。當然你好像王心凌，或者你見到張韶涵，他們現在都是去不停地在中國的商演啊，各樣嘢。但是你見到真係有台灣價值觀嘅，好似林依晨呢啲已經全部喺台灣拍翻，包括林心如，係一樣，同中國有一啲區間，反而令到台灣嘅演藝、台灣嘅生意、台灣嘅製造走向世界。所以台灣而家係極力咁樣去中化，其實呢種方式擺在香港度，如果香港係真真正正要面向世界，要做國際金融城市，要真正咁樣走出去，我哋中香港人都唔能夠太過著重中國嘅市場，我哋當然係中國嘅一部分，呢、這個。你點講而家都係呢個一個現實嚟嘅，但係你見到 Mira 佢哋而家係面向世界，再唔係局限。喂，我哋做演藝事業，我哋就係望住祖國。你睇到古天樂開始投向國際，《明日戰記》或者之前一套卡通片，情願喺 Netflix 嘅串流網絡上高播，令到香港的電影、香港的動畫有未來而走出世界。電影應該無分各界，再不是著重在中國這一個pool裡面。
近期香港的演艺界，虽然你见到 TVB， 你见到有线，他们依然是重视中国的市场，但是近期的电影人，近期真真正正做贸易的人，甚至做房地产各方面的人，他们都开始不再沉醉在中国梦里面，反而香港人现在是走向世界，无论是移民移居读书，开阔自己的眼光，跟着演艺界已经不停地四散，这个也都是时代的进步，这个也都是香港人或者台湾人现在走出中国这个市场的一个关键点。节目做到这里了，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可以话加入会员和批准国际大局棋局需要你，没什么新闻跟大家勾噏一下，那你说香港是不是会沉沦呢？国际城市会没有？不会，香港人的韧性你是想象不到，当中国的市场基本上在陆续萎缩的时候，香港人他们会变。其实香港比台湾更加会变，但是因为政权的问题，香港人这十几年是没有了自主性。但是台湾不同，台湾隔住了个台湾海峡，所以你现在看到台湾的电影、台湾的音乐、台湾的工厂、台湾的高科技走向世界。好希望从政者端正好自己，包括我们的财金官员，我们不是只得中国市场，我们应该做国际城市，我们应该是以国际市场，你才真正能够做到大个饼，而中国只不过是我们要做的市场的其中一部分。近期看到香港的电影陆续这样走出去，看到香港的音乐界他们陆续这样走，在一个很低成本很低的制作费，他们都想尽办法走出去，这个才是香港重生的希望。节目做到这里了，拜拜。我哋今日嚟到呢个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啊特登为我煮咗一味嘅，系咪叫台长嘅呢个牛扒咧？我台长西洋牛扒。嗱，咁我要介绍下呢个即系菜式有咩特别之处啊？第一样嘢。單手可以吃的，單手都可以吃這個這麼滑的牛柳，嗯，最後牛扒呢都有吃，比較質地苦蝦，還有這味蛋呢是牛奶啊，非常非常滑，沒有完全沒有澱粉質的。咁呢就除了這個之外呢還有面豉湯，咁這味菜呢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的美味啊。咁大家來看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朗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